在过去的40年中 ，Cablevey 输送机以轻柔输送脆性材料，成为食品加工行业的领导者。由于在任何加工环境中都能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，我们的系统已成为行业标准。我们对各种食品材料的加工拥有多年的经验，这为我们的工程师提供了独特的专业知识，可以定制管链输送机系统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。利用我们的基本组件、料线、料盘和管链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适合您的环境的系统，轻柔安全地输送您的材料。我们可以在您的预算范围内组装和定制多种组件，以适应您的环境，根据多个管直径、驱动和回转来进行配置。我们的系统提供了一整套弧形部件，可以在现有的结构和障碍物周围环绕或弯曲。我们的系统可以横向和纵向左右滚动，以适应几乎任何现有的操作环境。Cablevey 输送机可以轻柔地将您的材料从一种类型的系统转移到另一种。我们可以将您的材料从一个房间传送至另一房间，从一个楼层传送至另一楼层，从一个建筑传送至另一建筑。所有传送都会尽量减少调整您的现有设施。Cablevey 系统已被用来轻柔传送各种早餐谷物、坚果、小吃混合物和其他易碎食品。传统的系统主要关注速度和容量，可能会损害您的产品耐用性或产品结构，而我们的料线和料盘系统则不同。该系统占据了独特的市场，可以轻柔输送您的材料，将破损降至最低，具有保持混合物完整性的优势。我们来看一个完整的 Cablevey 系统集成到咖啡烘焙设施中的例子。从输送原料青豆到包装烘焙的最终产品，Cablevey 输送机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，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内完成整个流程。生豆由此进入 Cablevey 系统的第一个进料口，经过一系列水平和垂直管加工再加工，直至生成最终产品，通过 B 进入混合器，到烤炉，到去湿机，回到 Cablevey 系统，向上经过脱气器，进入研磨机，通过 B 到调味室，然后到达最终目的地包装室。整个过程都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，大大降低在外界环境和污染物中暴露的可能性，使您符合现行的 FSMA 和 FDA 要求。而且我们使用自动多重出料配置以及 PLC 控制器，可以连续进行材料加工和输送。我们的工程师可以帮您简化生产，有效利用现有空间，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生产率。 Cablevey 专门用于运输多类型食品材料，例如我们已安装的系统用于输送烘焙咖啡、环状谷类食物、宠物食品、片状谷类食物、颗粒状食物、茶叶、花生和麦芽等。无论是冷冻食品还是脆米饼，我们的工程师将与您的生产团队密切合作，定制最有效的系统，将材料轻柔地从加工站送到加工站。在我们的下一视频中，您将看到更多详细信息，了解 Cablevey 工程师如何设计定制系统，并将其集成到像您这样的现有空间中。下次见。